最近土星双鱼顺行以来，那我们就开始关注到那些在各行各业里面最奉献他的肝，然后又没有得到相对可能资源或者是待遇的族群啊。那其中之一就是台湾医疗界现在正面临一个相当严重的30年来前所未见的护理师离职潮。那意味着护理师这个行业目前就是非常双鱼咯，非常的牺牲奉献咯。到底情况有多紧急呢？我们先来看几个数字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我们每年约流失5000名的护理师。目前全台医疗体系只靠 18.6 万名护理师支撑，光一间大医院的人力缺口就可能高达上百人。一名护理师大半夜要照顾的病患将近20位。但同时另一方面，拥有护理执照的职业率呢却不到60%。也就是说，拥有执照的这么多，但愿意从事医疗的只有60%。整体来说，新人逃的逃，老鸟退的退。离职最大的原因在于三班制啦，生活作息大乱，而且薪资偏低又不受尊重。疫情过后，不想再听到共体时间这4个字了。血汗工作还有人愿意留下来吗？